各位弟兄姊妹你好，又到我们崇拜的时间了。我们感谢主，虽然在这个疫情的大流行当中，我们不可以集体的回到教会去敬拜，但其实神是无所不在的。而当你和我在我们家，我们大家和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同心去敬拜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灵里面呢都是合一的。我们今天是第三季的开始，七月至九节是我们夏日的一季。那我们在这一季里面呢都会有新的讲道系列啦。我们今天第一个主日也有圣餐啦。所以呢我们盼望呢我们好像一个新的开始，正如我们在我们本省里面呢，我们进入这个的所以第三期啦。咁逐渐由第一期到第二期渐渐个开放，以至呢我哋有好多喺出面嘅店铺啊餐馆啊都慢慢开放返，但係仍然呢係有好多限制嘅。我哋教会嘅活动都係一样咁样，我哋希望大家留意我哋教会不断嘅嚟去小心嘅跟随呢啲嘅指引嚟开放，我哋一步步嘅好小心嘅嚟开放。我哋今日感谢主，我哋一起去敬拜，但愿我们一起来去带着感恩的心来敬拜主，让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七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呢事实上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更加不是只是在教会的里面。所以我们知道呢，我们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而是呢我们一班嘅敬爱主、跟随主、服侍主嘅弟兄姊妹，所以而家呢个时候，我哋就系教会嘅一份子。求天父保守我哋今日整个崇拜由头到尾都能够专心，能够咧系仰望神，将我哋缠绕我哋嘅事情放低，将我哋嘅眼目定睛喺主嘅身上，聆听主嘅话语，透过诗歌。读经听到去敬拜我们的主。也都今天有圣餐，求天父透过圣餐都帮助我们明白记得主耶稣那个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赎罪那个大恩。感谢主，将整个崇拜由头到尾交给你，祈祷感恩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全能真神，宇宙万有的君王，你配受尊崇，配受赞美，你配得尊贵与荣耀，配受歌颂和敬畏。但愿天下凡有气息的都来欢呼歌颂，尽心敬拜。圣灵耶和华三位一体。
王，荣耀归于万国之王，天上地下齐颂扬，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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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于荣耀大君王，荣耀颂赞永远赞美，天使天君齐歌唱，尊贵丰富权柄统治宇宙万物统颂扬，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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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万王之王。主耶稣是尊贵的主，却甘愿降卑成就伟大的救恩，愿意我们以谦卑的心来到主的面前，被主的灵带动，被主的爱激励，让生命降服于主，被主的话语转化，活出能够荣耀主的生活。至高国度里，君尊放下变成仆人，道降下世间，宁愿降服十架舍身，得胜罪恶的拘禁，一切为拯救世人，成就伟大救恩，颂赞上主权能。颂赞上主你牺牲，藉救赎大能彰显恩惠慈母之心，愿赞颂主权能，高声呼喊主爱临近，神恩典成全，至高主厚爱达永远，至高国度里，君尊放下变成仆人，道降下世间，宁愿降服十架舍身，得胜罪恶的拘禁，一切为拯救世人，成就伟大救恩，颂赞上主权能，颂赞上主你牺牲，藉救赎大能彰显恩惠慈爱之心，愿赞颂主权能，高声呼喊主爱临近，神恩典成全，至高主厚爱达永远，
早转期，唯独你是我拯救，我总不自死，直到永远从心底赞你。死荫幽谷中，你伴我过渡，欢欣里风光里，你共我同在。当身处孤单伤痛，来拥我入怀，你是我神，是我奇妙救恩，全因为你令我一生传奇。无论我壮如红日，或如黄昏般渐渐老，是你令我如鹰般高飞，全因为你令我一生都改美，你令我生命从空虚化作传奇。唯独你是我拯救，我终不自死，直到永远从心底赞你。唯独你是我拯救，我终不自死，直到永远从心底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好！又到我哋每一个月
第一个礼拜圣餐的时候了。我们今天再次去提醒我们自己，主耶稣被卖的那夜就设立了这个我们今天叫圣餐或者最后的晚餐，然后呢去纪念主为我们成全的救恩。当我们去重演演绎这个这样的圣餐的时候，我们做每一样的行动都尝试去记得主耶稣的说话每一句的意思，就让我们首先安静在神的面前反省检讨，好像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有罪要认的就先认罪，让我们谦卑的到神的施恩宝座领受这个的圣餐的饼和杯。让我们用几秒钟的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悔改自省。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将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独生儿子赐下给我们，以致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今天藉着主耶稣基督在祂临上十字架之前所设立的圣餐，纪念主耶稣的大爱，求你给我们在这个月里时间藉着这个圣餐不断地在我们心里面提醒我们关于耶稣为我们赎罪那个的代价，而因此更加愿意为主而活，来报答主你的心恩。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名求，阿们。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和杯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呢，他同样的举起杯来，他就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已经在教会拿到这个杯装的饼和汁，我们现在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准备，如果没有的，我们都可以用饼和其他的汁来在我们家里代替这件事。每个月我们都会在这个时间呢用这个方法来去做圣餐的。咁如果你大家冇准备嘅呢，下次呢就准啲早啲返嚟教会领取呢个杯就得啦。我哋首先将呢个饼搣出嚟。当中我有威化饼。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饭后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就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同心感恩祷告。主，你为我们舍身流血，为我们赎罪，今天我们为主舍弃什么呢？求主用你的爱大大再次感动我们，让我们不是单单领受主你的救恩，
而忘记去荣耀你，去享受你所赐嘅丰盛嘅生命，活出你复活嘅大能。就求主藉着今日呢次嘅圣餐，同样嘅提醒我哋，更加要为主而活，直主到等到主再来嘅日子。我哋祈祷感恩，系奉主耶稣嘅名求，阿门。列王纪上第一章28-40节，大卫回答说：召拔士巴到我这里来。于是拔士巴来到王面前，站在那里。王就起誓说：我指着曾经救我的性命、脱离一切患难的永活的耶和华起誓。我从前怎样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你起誓，说你的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作王，要坐在我的王位上，我今天也必照样行。于是拔士巴面伏在地，向王叩拜，说：愿我主大卫王万岁。大卫王又说：召撒督祭司、拿单先知和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到我这里来。他们都来到王面前，王就对他们说：你们要带着你们主人的仆人，使我的儿子所罗门骑上我的驴子，送他下到基训去。在那里，撒督祭司和拿单先知要高立他作以色列的王。你们要吹角说：所罗门王万岁。然后你们要跟随他上来，他要来坐在我的王位上，他要接续我作王。我已经立了他作以色列和犹大的统治者。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亚回答王说：阿门。愿耶和华我主我王的神也是这样说。耶和华怎样与我主我王同在，愿他也照样与所罗门同在，使他的王位比我主大卫王的王位更伟大。于是撒督祭司、拿单先知和耶何耶大的儿子比拿亚以及基尼提人和比利提人都下去，使所罗门骑上大卫王的驴子，送他到基训去。撒督祭司从帐幕里拿出那盛高油的角，高立所罗门。然后有人吹角，众民就说：所罗门王万岁。众民都跟随他上去，吹着笛子，十分欢乐，以致大地也因他们的声音震裂。列王纪上第二章1-4节、10-12节。大卫的死期近了，就嘱咐他的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了，你当坚强作大丈夫，谨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遵行他的道，按摩西律法所写的，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和法度。这样，无论你作什么，无论你往哪里去，都可以亨通。这样，耶和华必坚立他所说有关我的话，说：如果你的子孙谨慎自己所行的，一心一意、诚诚实实行在我面前，就不断有人坐以色列的王位了。大卫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里。大卫作以色列王40年，在希伯伦作王7年，在耶路撒冷作王33年。
于是所罗门坐在他父亲的王位上，他的国非常稳固。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在今天讲道之前，让我们先低头祈祷。亲爱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掌管历史的神，在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恭敬的在你面前等候，就是求主在你这个的大流行疫情的当中，再一次向我们讲说话。除了我们过去的沉思哀诉，在这个时候我们求主都给我们有新的讯息，让我们可以回顾之后可以前瞻，继续的来去跟随主，继续的来去高举住你的名，荣耀主你自己。我们将今天这个新的系列的开始，新的讲道交在你的手里面，求你在我们当中向我们讲说话。纵然我们每个人仍然在我们的屋企，但俾我哋感受到我哋集体都一齐嘅敬拜你，一齐嘅去聆听主你对我哋讲说话。我哋祈祷仰望感恩交托，乃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开到水深之处三，题目呢就是国度嘅兴衰匹夫有责。我们分两个 part。这个 part, 第一个 part 呢就是列王记上的大部分。我们这个的系列呢是跟着我们两季的不同的系列，都是以开到水深之处为题。大家都记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新的一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用宣道会身份立场和使命。而在过去这一季呢，由四月至到七月呢，因为这个冠状病毒 COVID-19 大流行的缘故呢，打断了我们的计划。所以到第二个季节的时候呢，我们就将个题目开到水深之处，就是呢去到第二 part 呢，就是讲到耶稣平静我们生命中的风浪。而呢我们过去两个月我们在耶利米哀歌睇嘅就是主啊，求你更新我们，为我们嘅分题嘅。而家我们进入第三季啦。在这个我们称为新常态的当中，我们呢是要翻回到圣经，回顾圣经的历史，去查考以色列和呢犹大诸王他的兴衰，作为我们今日个人的生活和教会集体的生活的成长，从中去吸取教训。所以我们第三个主题，正如刚才我开始的讲，就是呢开到水深之处三，国度的兴衰匹夫有责。即是国家的成败得失兴衰，你和我原来都有责任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希望开始，而呢是来紧三个月呢，都是想到底这个的以色列国的兴衰直接与国王和当时的领袖百姓
的行为好坏正邪点解系息息相关呢？而个目的系以史为鉴，就系反思我哋喺呢个疫情当中，我哋咧教会其实都系神嘅国度，喺列宣呢个家，佢嗰个兴衰，佢嘅成败系同我哋教会嘅牧者，同埋咧我哋嘅领袖嘅生命嘅好歹系唔可以分割嘅。而你作为教会嘅一份子，喺教会嘅成败呢，都可以呢系匹夫有责。列王记上下俾我哋教训系主要系咩呢？但唔遵行上帝嘅启示嘅旨意，会呢导致咩呢？败坏同埋呢系灭亡嘅。如果睇列王记上下，就系睇到呢一个嘅图画好清楚，不断咁样去重复。喺所罗门时代，以色列国达到权力同埋威望嘅最高峰。由于呢所罗门背叛神，同埋冇遵行摩西嘅立约，佢开始嘅时候好好嘅，但系呢佢因为后期呢系背叛神，同埋冇遵行摩西嘅立约呢，以色列国就渐渐呢走向灭亡啦。有一个学者咁讲，佢话情节将故事中嘅因果呢系联系起嚟，因此呢列王纪上下嘅故事呢可以好似一条嘅故事线，系以色列嘅流亡，但系佢嗰个嘅情节系以色列民族违背上帝嘅教导，而导致呢一个亡国被掳嘅经历。如果打开故事嘅因果嘅关系嘅时候，佢嘅情节呢通常系至少呢系具有两个好基本嘅层面，冲突同埋解决 ,conflict and resolution。个剧情冲突呢系故事中最紧张嘅一个局势，使到个整个故事呢系好精彩嘅，迂回曲折。而呢系剧情嘅解决或者系 resolution 呢，即系佢个终结嗰个嘅结果呢，就系解决冲突嘅嗰个途径。到最后呢个冲突点样化解呢？作者点样发展呢两个组合，通常呢成为呢一个嘅故事嘅情节嘅起伏啦。我哋今日喺新常态当中，我哋喺 BC 省进入所谓第三期啦。咁呢就意味着我哋有啲嘢开始慢慢嚟放宽。但係呢让我哋谨记以色列人喺呢一个嘅时候，佢点样经历神，点样神点样喺以色列国彰显自己。系咪我哋能够透过每次嘅讲道去回顾呢个历史，我哋作为教会，我哋作为神嘅子民，可以呢能够呢系去注重神嘅教导，免得呢我哋好似呢一段历史嘅以色列人咁样，就系一样嘅系会跌倒。今日我哋开始呢个系列嘅时候呢，我俾佢一个嘅题目，就系承先启后，当坚强作大人。个分题呢就系大卫俾所罗门王嘅祝福系咩呢？佢临终嘅时候，佢向所罗门王佢嘅仔接任佢做皇帝嘅仔讲咗啲咩说话呢？其中一句好重要嘅说话就系喺我哋嘅记载里面呢，当坚强作大丈夫。咁我哋中国人睇呢个题目呢，我哋都明啦，作大丈夫就系我哋丈夫喺家庭里面呢要负起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好呢要带领家庭，要负责家庭一切嘅情况同埋需要。
咁所以呢要做大丈夫，照顾太太，照顾儿女。咁喺现代嘅人所讲呢，就係、是、呢要刚强，要坚强，作大人。我哋睇嘅经文刚才呢我哋已经係读出啦。大卫俾所罗门佢嗰个祝福系咩呢？为当坚强，或者系刚强，作大丈夫。咁我哋睇英文圣经咧，都有好特别嘅翻译嘅，就譬如话呢个 ESV 啊，叫做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咧，咁佢用 be strong and show yourself a man 啊，即系话你要坚强。即系俾人睇到你系一个大丈夫啊，一个成熟嘅人。咁有啲人就话：，诶，我又唔系男人，又唔系丈夫，咁咧呢个与我无关嘅吓。咁、啊、所以咧，我就将佢咧系改为咧系头先我讲嗰个题目咧，当坚强作大人啊。咁因为咧呢、这个实际上就系佢个意思啦，男女啊都系一样嘅，可以应用嘅。所以咧。我哋睇 Eugene Peterson 英文嘅翻译咧就好特别嘅，佢话 be strong, show what you are made of， 即系你有咩料到咧啊，让我哋众人都睇到你系一个点样嘅成熟嘅一个有内涵嘅一个嘅人。所以咧，我哋临终赠言咧，通常咧系好重要嘅。我记得好多次我哋去探望一啲将要离开世界嘅老人家。咁呢佢好多时候呢如果有家人喺佢嘅身边叫晒佢啲人嚟，咁佢呢就知道自己在世日子都唔长啦。咁呢佢就会同佢讲解啊，我呢就有啲咩说话要同你讲，咁然之后呢吩咐佢一啲嘢啊。我好几次呢见到一啲老人家佢叫晒佢啲仔女嚟嘅时候呢，咁佢如果系一个好好嘅基督徒，咁佢都提醒佢哋嗱，你哋要唔好忘记神啦，你哋要返去教会呀，咁就或者呢就赠几句俾嗰啲嘅仔女，要佢点样系坚强呀，点样要呢系去忠心爱主呀等等。一个人临到最后讲嘅说话呢是最重要的。所以现在这句说话呢，当坚强作大丈夫是对所罗门讲的、啊、大卫对他讲的。那所以呢可以看见呢这句说话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看新约圣经的时候，保罗呢、同样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20节呢都有类同的说话。他对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和姊妹、他是这样讲的。在我们和修本呢就是这样。他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作小孩子，但是呢在恶事上呢要作婴孩，而呢在心智上总要作大人。总要作大人。在和修本有这样的翻译，这个是和合本的修订，那都挺好。在心智上总要作大人。咁喺新译本呢都系类似嘅，喺呢个嘅译本呢大约系翻译咗成20多年㗎啦。呢个新译本。佢话弟兄们，你们在思想上不要作小孩子，却要在恶事上呢作婴孩。在思想喺上面呢和本呢就系、是、和修本呢就系、是、心智。喺思想行为上呢是作咩呢？成年人。唔好作细路哥啊，小蚊仔，要呢唔好好似个婴孩咁样啊。因为呢小朋友喺思想上面好唔成熟。但喺恶事上反而要做婴孩喎、哦。即係唔好呢係狡猾奸诈。反而呢喺思想上面呢要做一个成熟人。咁喺当代福音嘅译本咧，佢话弟兄姊妹，你们思想不要像小孩子，要长大成熟啦，即系强调翻成熟，
而在恶事上呢，是要像婴孩咁样，单纯好像婴孩咁样。我今日的题目呢，是有四个重点，以承先启后为题目，当坚强作大人。咁呢四点系咩呢？咁我先俾大家知道，然之后我逐点呢同大家系去分享嘅。首先呢，承先启后嘅需要。点解要承先启后呢？就系因为神嘅国度系要伸延，神国度的伸延伸。第二呢，就系承先启后嘅挑战。我哋知道要承先启后，但系讲就容易，做就唔容易。嗰个挑战系咩呢？其实嗰个挑战系争权夺利之欲。原来呢，一个权力欲系使到呢一个承先启后呢一个嘅必要呢，系显得更加艰难。第三呢，就系承先启后嘅祝福。到底点为之承先启后呢？简单嚟讲，头先就系我哋题目嘅主题啦。就当坚强作大人啊，唔好当好似小孩子咁样，要成熟啲。咁点样成熟啲呢？我哋一阵间会再睇。而家第四点呢，就承先启后嘅应许。我哋知道要咁样做，要咁有得到咁嘅吩咐祝福。我哋到底咁样做会有咩结果呢？神有咩应许呢？守道者必亨通。等我逐点嚟睇啦，好啊。承先启后嘅需要，神嘅国度嘅延伸。嗱，我哋喺头先嘅经文里面第一节开始，大卫王老了，年事已高。哇，佢已经系做王一段嘅时间啊，即系跟住我哋睇嘅经文话佢做咗王咧系40年嘅。咁咧而家咧，已经老啦，咁一开始第一章头四节咧都讲到佢嘅情况啦。咁喺第二章第一节又再讲话大卫嘅死期近了。咁佢自己话咩呢？我现在走完咗，要走世上嘅路呢系走完咗啦。要走世上必走嘅路，走去一个人生嘅终极。咁喺第二章第四节，佢又讲出，即系我哋系要不断有人坐喺以色列嘅王位上。意思即系话呢，我哋神俾我哋有呢个咁嘅国度。我哋以前有扫罗，我做皇帝已经有40年啦。跟住我哋要统治呢个国家，仍然需要有人呢系继续嘅。咁然之后我去到第十节同埋第十二节呢，圣经好清楚讲，佢话大卫与他的列祖同睡啊，即系死亡咧喺神嘅子民当中系一个嘅睡眠啊。咁然之后葬喺边度咧？就系大卫城里边。大卫咧作以色列王咧做咗总共有40年，而希伯伦作王咧系7年，其余时间咧就喺呢一个耶路撒冷33年。咁而实于是咧呢、这个所罗门就坐喺佢父亲嘅王位上，而当时呢，佢嘅国系非常嘅稳固嘅。我哋睇个故事嘅时候嘅情个嘅需要啊，当时有呢个故事嘅开始呢，就系、是、大卫王已经老啦，而所罗门呢系要登基。呢、这、一个嘅需要系好明显嘅，神嘅国度系需要咁样嘅延伸。喺每一个嘅政治嘅体系，每一个嘅组织，每一个嘅家庭啊，都要呢系承先启后呢一个嘅必要。如果我哋睇翻圣经嗰个嘅解释嘅时候，呢、这个嘅继承呢一个王位呢，就唔系单止系所罗门王继承大卫咁简单，因为喺圣经里面，所谓大卫嘅子孙呢系有多重嘅意义，唔系直接关乎嘅仔同埋孙，系从神嘅角度嚟讲呢，有一日耶稣基督会坐着为王。因为耶稣基督嘅家谱呢
是由亚伯拉罕开始数，一路数到大卫，然之后大卫王国呢是一路延续。有一日呢是耶稣基督是会掌王权居首位。咁呢个呢就是其实神俾亚伯拉罕嘅应许，因为神救赎嘅计划呢有两线嘅。第一线呢嘅祝福呢就是以色列国神嘅选民，祝福呢班嘅神嘅选民。而第二线呢就是世上万民万族万民啊，万国万族万民。意思就是话呢，藉着呢一个嘅以色列国神嘅选民嘅这个神对佢哋嘅祝福，而呢呢个祝福呢係延伸到係万国万族万民。咁我哋当然我哋今日基督徒好明白啊，呢、这个就係基督耶稣嘅计划，佢嘅救赎为我哋死十字架上，以至呢佢唔单止係为以色列人嚟做拯救，而对万民做拯救。原来大卫嘅子孙啊，呢、这、一个嘅继承呢係一个咁有意思嘅，唔单止係所罗门继承王位，而呢终于有一日呢耶稣基督会作王。呢个係神嘅心意。神嘅国度係要将佢嘅救赎计划由以色列人延伸到万民。今日我哋普世教会嘅领袖是有一个青黄不接的情况。我们看见新一代的一些的教会很有名气的，很有神祝福的，同埋很有作为的一些的好的传道人啊，譬如郭培利啦作为例啦。咁呢就他们呢一一呢都是离开世界啊，有啲好年纪老迈，九十几岁啊，都一一嘅离开。我谂即系当呢啲嘅领袖离开咧，而冇人接上咧，其实最痛心嘅咧，当然就系神本身。因为佢嘅计划系不断有人接，而将呢一个神嘅角度咧一路去延伸嘅。所以普世教会领袖青黄不接，谁之痛呢？系神最痛嘅。如果我哋睇翻我哋自己环教会，我哋都系真系有青黄不接嘅情况。我哋一班最敬仰嘅教会领袖啊，滕近辉牧师啊，黄永信牧师啊等等啊，佢哋都活到系九十几岁，然之后咧一一嘅都离开世界。喺过去即系咧呢十年啊，一路咧见到呢啲我哋称为教会华人教会最优秀嘅领袖咧都离开啦。其实我睇落去好似冇咩人可以接到佢哋喎。咁我哋有冇担心华人教会嘅前途系点呢？华人教会领袖青黄不接，谁之忧呢？我哋最后咧，我哋谂我哋自己列宣教会领袖会唔会又有青黄不接呢？我又要问一个问题，谁之过，谁之责？我想起呢样嘢嘅时候，就啱啱因为我而家系展开咗我哋教会新嘅一年嘅长老提名嘅步骤啦。每年到呢个步骤嘅时候，我哋都睇教会咁多人可以有资格嚟去做长老嘅，到底边一个咧会系接嗰啲嘅将会退任嘅长老咧？咁我哋每年咧都会揾出几廿个名，然之后咧就喺当中筛选，然之后咧有二十个左右嘅人咧，我哋个别咧嚟去联络啊，咁到最后咧就睇下有几多人愿意咧出嚟。嗱，唔单止系长老。我哋咧喺教会唔同嘅部门啊、团契啊，我哋都需要咧系不断咧有新嘅领袖咧嚟去接棒嘅。如果我哋教会今日有青黄不接嘅情况，呢、这个系谁之责，谁之过呢？所以呢个系承先启后嘅一个嘅需要。教会系神嘅国度嘅一部分，
我是怎样继续的延续神的国度呢？第二，我们要思想呢，就是承先启后的挑战了。我就这里呢，就说它是争权夺利之欲了。但我们不用看很远，看世界各地那个的不同的政坛，咁咧唔系呢一度有呢一个嘅选举就系、是、另外一个地方有选举，全世界各地都有好多所谓选举啊。喺政坛上面咧，我哋睇到一种嘅权力欲啊，就每一次咧系到，譬如话举一个例咧，美国大选咁样啊，咁美国咧两大党啊，咁佢又会出现好多人咧喺自己党里边咧。是争做呢个党魁，咁然之后咧就喺全国里边咧系争做总统啦，啊，咁呢一种明争暗斗，你争我夺，就系、是、咧不断嘅喺世界嘅政坛里边咧系出现嘅，啊，每次咧我哋睇到呢一啲嘅情况，又去到大选嘅时候，讲到对方有咁衰就讲到咁衰，啊，一路咧不断嘅嚟去你指我。嘅你指我指你嘅不是，你又指我的不是，咁呢一种明争暗斗喺政坛上面咧系好常见嘅。承先启后系需要嘅，但系佢就因为咁样咧系带嚟，亦都同时咧好大嘅挑战。可惜嘅就系咧，我哋喺教坛啊，我哋政教分离喺教坛咧，喺教会嘅圈子里边咧，我哋会唔会有一啲嘅？都系所谓权力欲咧，咁我哋第一个答案就系唔会嘅，教会点会有人争权咧、夺利咧？呢啲唔系嘅，啊，我哋冇咁嘅事嘅。但如果我哋留心睇，我经过咁多年喺教会学习侍奉嘅时候，我哋都发觉有一个问题咧，就系、是、我简称佢为妄称主名为我。尊，点为之妄称主名呢？就即系以每一个人都话我系做神所以做嘅嘢，我咧系认为神俾我有一个咁样嘅体会，我咧认为神咧系我嘅睇法咧就系、是、绝对系神嘅立场啦。咁咧就个个人咧都系喺度咧以神嘅权柄。威名，例如咧，其实咧假借咗嚟做自己上位嘅，或者系攞到权利嘅方法。唯我独尊系咩意思呢？就咧，我嘅睇法系啱嘅，其他嘅人嘅睇法都唔啱嘅。我嘅做法咧系唯一可行或者最好，而咧其他人咧都唔好。嗱，呢个咧就系、是。我哋嘅现实啦，无论系喺政坛又好，喺教坛又好咧，都有一个咁嘅情况。我哋喺圣经里面睇嘅时候咧，我哋发觉，呢、这个问题咧喺以色列人嘅历史里面咧系不断嘅重演嘅。啊，喺今日嘅故事里面咧，呢、这、一个嘅所罗门和系大卫同埋咧当时嘅祭司。在神的心意当中去明察之后呢，去定为所罗门王呢是王下一任的皇帝的。咁当时呢呢一个的哈及佢的儿子就是亚多尼亚，佢就在圣经的话佢妄自尊大，英文就是 exalted himself, 提高自己。佢话咩呢？我必作王。我哋睇呢段经文嘅时候呢，我哋就问呢一个嘅多尼亚系亚多尼亚系边一个呢？原来亚多尼亚呢系所罗门嘅哥哥嚟嘅。我哋最认识嘅就系亚沙龙想抢夺呢个大卫嘅皇位。咁佢哋个个都一个二个咁都系离开啦，死咗啦。咁而家剩返一个哥哥呢，就是这个亚多尼亚。他说对觉得所罗门都是他细佬来的，没理由大哥剩下的哥哥呢
唔应该系唔系应该系佢做皇帝先噶嘛？点会用细佬嚟做皇帝呢？佢咧就话我必作王。咁所以喺第五节到五十三节，好多迂回曲折嘅一个嘅阴谋啊，点样咧抢夺呢一个嘅皇位，搵人一班人啊嚟去咧去高佢为王，咁咧就做皇帝，自己称为即系以色列国嘅王。咁咧嗰个嘅故事咧好长嘅篇幅，我今日咧就唔详细去睇啦。我只系用一句说话，呢一个嘅人咧，佢系争权夺利，而用阴谋咧系想做皇帝。我哋今日喺教会里边，我哋睇见呢啲历史俾我哋嘅警惕，我哋要提出啊，其实我哋教会无论我哋嘅传道人或者我哋嘅平信徒领袖，我哋今日咧侍奉神。神就是我哋嘅领袖，神就是我哋带领我哋嘅，我哋只系仆人，我哋需要嘅咧就系仆役嘅领袖。我哋嘅目的系侍奉我哋嘅主，主先至系真正嘅王。所以我盼望我哋列孙真系咧喺嚟紧嘅一段嘅时间，不断有新人出嚟去承接呢一个咁重要嘅工作，系神俾我哋嘅一个嘅使命，一个福气去服侍佢。但系我哋需要系咩呢？系一啲好谦卑、好愿意嚟去呢一齐喺队伍里面侍奉嘅仆人领袖。好啦，我哋睇下最重要嗰一部分呢，就系承先启后嘅祝福。佢话当坚强嚟去呢作大人。咁呢个吩咐呢系当时呢系大卫临终嘅时候呢系俾所罗门王。佢点讲呢？我哋睇下呢个第二章第一至第四节啦，让我读出第一至第三节。大卫死期近了，就嘱咐他的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呢必走嘅路啦，人到呢老呢必即係呢走到一个嘅死亡嘅阶段，生老病死係必经之路。你当坚强作大丈夫，呢个系和本原本嘅翻译。谨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遵行他的道，按摩西律法所写的，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同埋法度。呢个系所罗门系从大卫得嚟嘅最后嘅祝福啦。好清楚嘅。嗱，你要记住呢样嘢。咁到底呢个承先启后嘅祝福，临终嘅祝福系咩意思呢？点样先至能够做一个用坚强嘅态度心态作一个大人呢，或者大丈夫呢，做大人呢？咁坚强勇敢新译本嘅翻译咧，喺和本里边咧就系刚强壮胆。咁呢个咧就喺呢一个嘅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六至第九节系有嘅。原来当时咧系约书亚收到嘅嗰个嘅忠告啊，佢接任做呢个以色列嘅领袖嘅时候咧，同样有咁嘅说话。我哋又尝试喺嗰度嚟去做比较啦。咁嗰度呢第六至到第九节系咁嘅，我将重要嘅字眼读出。你要坚强勇敢，因为咩呢？因为你必使这人民得着我曾经向他们列祖起誓要赐给他们的那地作产业。你要坚强，十分嘅勇敢。我不是吩咐过你吗？又要坚强勇敢，所以呢你唔使惧怕，亦都唔使惊慌。点解啊？因为呢你无论到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呢度呢好清楚嘅吩咐，佢话呢你要坚强
勇敢啊。咁咧呢个坚强勇敢，我凭咩可以坚强勇敢呢？咁咧就好清楚解，就是、因为两处嘅因为，因为神嘅应许嘛啊，神应许会将呢个地俾你，呢、这个应许地迦南地俾你，咁呢个咧就系、是、神嘅应许，咁所以你唔使担心，你唔使惊啊，你总要咧系依照神嘅说话去做就得噶啦。咁所以咧你要坚强勇敢，就因为咩咧？因为我应许过啊，你必定会得胜嘅。咁我哋当时呢去到呢个大卫同所罗门嘅时期一样话啊，而家已经有个王国，而家已经佢哋每族每派啊都有佢自己嘅地方，一路呢建立佢哋家园啊。咁然呢就即係大卫已经做咗皇帝40年，而家到所罗门啊继续嘅统治呢一个嘅国家。所以神昔日点样应许约书亚，今日呢同样是应许所罗门嘅，咁呢个第一点啦。第二个原因咧，你坚强勇敢啊，啊系咧系唔使惊唔使怕，系咩原因呢？因为咧神与我们同在，神必与我们同在。哦，原来咧昔日喺约书亚时期系咁样，而家去到所罗门嘅时期都一样咁样，唔使惊唔使怕。刚强壮胆，坚强勇敢，是因为呢神必与你同在。当我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我们想起神与我们同在啊，是神的名字本身啊。即是当我们看到以马内利，神与我们与你们啊同在的时候呢，我哋就睇到一样嘢，就系咧呢个系神嘅应许嚟嘅。咁所以我哋唔使惊，我哋去到边一度都好，我哋咧系神与我哋同在。无论系个人啦，啊喺我哋生命里边，我哋喺人生咩个阶段都好，啊我哋系青年人啦，我哋系中年啦、老年啦，我喺人生咩阶段里边面对咩嘅挑战，我哋一样可以坚强。一样可以勇敢壮胆，点解呢？因为呢神已应许咗会将佢祝福俾我哋嘛，亦都应许咗咩呢？系与我哋同在。喺个人方面一样，喺教会系一样。喺经过呢一个嘅疫情嘅大流行呢，我哋个人呢都觉得，唉，前面嘅路点样呢？而家咁耐已经冇翻，唔可以翻到教会聚会啦，崇拜啦。咁已经踏入第四个月咯，咁到底我哋将来仲要咁样落去几耐呢？可能真係要有一段长嘅时间都未定㗎喎。我哋唔知道前面嘅路会系点样，但係我哋仍然可以咩呀？坚强勇敢。因为点解呀？神应许过嘅嘢佢一定会做呢。应许过咩呢？佢建立教会。因为教会系基督作头嘅。所以佢一定会让教会呢是衰落。神亦都应许呢，我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今日呢，无论整个教会面对咩挑战都好，我哋侍奉嘅就係耶稣基督以马内利。所以呢我哋可以放心，唔需要惊。所以呢，但係又实际上又点做呢？点样嚟坚强呢？如果我睇约书亚记又睇到呢样嘢啦。佢话呢，你要坚强勇敢，你要呢坚强嚟去呢系守你紧守遵行我仆人摩西吩咐嘅一切嘅律法，不可偏离左右。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个口，要昼夜嚟去呢系默诵啊。咁然之后呢好似你紧守遵行你所记一切。所以呢当我哋要坚强，唔系淨係一种精神，而系呢有实际嘅行动嘅，要是紧守遵行佢嘅道，紧守遵行昼夜默诵或者 meditate 主道，就是做坚强嘅人啦。唔系呢系带住个勇字啊，我唔惊嘅咁就去。而呢我哋有神嘅宝剑成为我哋嘅武器啊，我哋要紧守遵行。昔日对约书亚讲嘅说话系咁样，今日大卫对所罗门讲嘅说话
一样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列王记上第二章第三至第四节，他说这样你们呢是无论如何呢都要呢是要都样都可以亨通的。为什么呢？耶和华必坚立他所说有关我的话，说如果你的子孙谨慎自己所行的，一心一意诚诚实实行在我面前呢，就不断有人坐在王位了。这个呢就是承先启后的应许了。如果按照坚强勇敢那个壮胆这些的人呢，他们如果是守道，即是去遵守神的道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呢必定呢是会亨通的。那我们看约书亚记的时候也都是这样的说话，刚才呢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了。那在这个样样的事第七节，无论去到哪里都可以亨通。然后呢第八节是这样你的道路就必顺利，你必一路亨通。又再强调在第九节，无论到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重复的同一个理念，用不同的字眼，但是一样呢，昔日约书亚得到这样的祝福，同样的所罗门也都得到这样的祝福。这个是承先启后的应许，守道者必亨通，事事呢都顺利，神呢必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今日呢我们听到好多的消息，连我们自己的会友好多都因为这个 COVID 的缘故呢失业而呢没了工作啊，即是因此呢的经济好紧缺，生活呢是好艰难，前途呢亦都呢是好唔明朗。在这种种种的情况里面，我们知道弟兄姊妹经历是很大的挑战。到底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神会祝福我们，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从所罗门王所得的教训祝福，我们可以肯定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们可以刚强壮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神呢是有祂的应许，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而呢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紧守主的话。所以无论是个人好整体的教会都一样的。我们呢要记住好好的来去学习神的话语。不单止来主学听到，更加在我们日常生活昼夜的默诵，昼夜的阅读，昼夜的去默想，然后呢去背诵。以至呢神的话语我们将它是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弟兄姊妹，当我们踏入七月，进入一个新这个的常态的当中，所以第三期的当中，很多样东西似乎又开放又未开放晒。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受害失业，或者是遇见各样生活上面或者情绪上面的困扰，到现在都仍然是一样要面对。但是希望弟兄姊妹记得，神有应许，祂是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呢是放心，不需要惧怕，靠神的话语勇往向前，因为守道者必亨通。让我们一起同心祈祷。看天父上帝，我们很感谢你，在这个时候听到昔日大卫给所罗门王的吩咐的时候，我们得着很大的提醒。求主你教导我们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以至这个成为我们的生命力，保守我们能够呢是刚强壮胆，保守我们呢是心智上思想上作大人，我们呢是要将主你自己的荣美活出来。求主就帮助我们，坚固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的疫情的大浪当中，前途未明朗的时候，我们因为能够更加亲近主，明白主的话语，将主的话语种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刚强壮胆。感谢主，我们祈祷感恩交托
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大卫一生敬畏神，用诚实的态度与神交往。虽然圣经记载过他犯过不少的罪，但神仍然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昔日常与大卫同在的神，今日亦都与我们同在。昔日顾念大卫的主，今日仍然是我们的盾牌和诗歌。愿意我们凭信心依靠信实不变的主，过得胜的生活。谁曾应许一生不撇下我？每段窄路，谁陪我去走过？谁还领我于青草恬静处躺卧？风烛人为比海沙更多。主，我避难所，我盾牌和诗歌。你是我的高台，我随时帮助。来吧，用信心赞颂和歌歌，你永在我心窝，为你有永生江河，随你。神，你竟这般顾念我。
各位弟兄姊妹，又到我们教会这个奉献的时间。我们通常将奉献摆在我们讲道之下之后，意思就是说我们领受到神的祝福，神的话语，我们呢是要回应。咁其中一个回应的方法就是将我们自己奉献啦，我们要更加侍奉主，要坚强作大人啦。但是在行动上面，其中一样东西就是奉献支持神的国度的事工。我们在这个大流行当中，我们的事工不断的是去伸展啊，虽然呢不能够回到教会，但是所有的活动都用不同的方式继续的。请弟兄姊妹纪念教会的需要，让我们先为奉献祈祷。亲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的仓库当中是用之不尽的资源钱财祝福。但是主，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参与在这个事工里面，由主你赐给我们各样的金钱上面的需要来去作奉献。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纪念到那些是因为这个疫情或者其他原因失业的，经济是很困难的，生活也都是有很多的难处的。求天父特别是纪念这班人，给我们教会其他的弟兄姊妹同他们一起同心仰望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起的兴旺主的家。我们将奉献带到主的面前，求主悦纳，让我们的金钱好好的利用，以致呢我们教会的工作不会受阻。仰望主，感谢主，奉主的稣名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们又到今天的崇拜的尾声了。我们未结束之前呢，我们看几样教会重要的报告。首先，我们感谢主，我们七月又开始新的一月那个圣言齐齐翻，让我们好像今天讲讲熟读神的话语来去操练我们自己。会第二十期电子格式的版本呢，已经是在6月30号呢是已经是出版咗啦，好精彩嘅。咁就希望大家姊妹呢是喺教会嘅办公室呢去索取嗰个嘅浏览嘅密码，咁就每个人呢都可以睇到㗎啦。我哋喺教会嗰个嘅女长老嗰个咨询嘅问卷就已经完成咗，而家呢就做最后的报告，咁希望呢将大家嘅意见综合向长老会提出报告，希望呢能够早日有一个嘅决定。今年嘅感恩节嘅浸礼呢係会係如期呢，希望如期呢能够喺呢一个嘅感恩节嗰度呢嚟去晏昼呢係举行嘅。咁而家呢就开始接受报名啦。咁希望呢就大家唔好错过，特别呢我哋新信嘅朋友未受浸浸朋友呢，我哋将会呢係仍然有呢个洗礼，到时用咩方式，用点样做你都未確实嘅，但係我哋肯定知道呢我哋会举行呢一次好难得一年而家剩返一次嘅浸礼洗礼。所以呢我哋盼望呢大家即係呢尽早呢向教会报名参加，报名表呢可以喺办公室攞到嘅。因为之后呢我哋亦都会用唔同嘅方法有呢个基要真理班。我哋其他嘅报告呢即大家上网嚟去留意各样嘅重要嘅事目项目。而家让我哋一起同心接受神俾我哋嘅祝福。真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俾我哋今日领受到主嘅话语，
我哋知道我哋要刚强，我哋作大人，佢俾我成熟起嚟，特别系透过呢一个大流行嘅操练，成为更加爱主话语、跟随主话语嚟去生活嘅人。愿主嘅名得到高举，你嘅国度得到伸延，求主怜悯。但愿主耶稣基督嘅恩惠、父神嘅慈爱、圣灵嘅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